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群雄逐鹿第二赛季的一个正式赛，观战方是天湾竞技紫禁城啊，这边还是选择上的这么一个摩天宫啊，不过他们这一连五神坛人家也是摩天宫报名的啊，有看头的啊，大唐摩天宫的女儿国标一把龙阵，对面是女儿武装狮驼加神木的一个212天神护体，先把大灯点起来，我们小时候就把这天神护体叫大灯啊，加法伤啊，加法伤跟魔王的牛劲啊，神木林的密润啊，一个意思啊，一个意思。清掉五号位，踩踏流云补上，看一下摩天宫打过去的一个数据吧。反正这摩天宫啊，咱有一说一，就之前看打超级联赛啊，他跟豪门打摩天宫的数据真的是，反正就普普通通吧啊，并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。打一些肯定硬件比他差的摩天宫，应该游戏体验还不错的。之前他跟生日不是超级联赛跟生日快乐打的，秒过去的数据一般，但他那个名雷绝是真好用啊，手起身来是真不错。7500打人2800，打飞宝宝以后，对面全体都带上了这么一个电芒的效果啊，这电芒也可以给摩天宫增加伤害。只要打飞了带电芒的单位，其他所有存活单位都会带电芒，这也是摩天宫比较有意思的一方面啊。对面直接打了一天地同寿，但是212来打国标上天地没有任何毛病，不给你挂小爽的机会啊。那观战方直接小爽去点对面女儿村了，对战方女儿还有一速了，目前一个破血，两个甲风雷运动4200，不能运动，增加法伤，不是6%对面的法术防御，还有增，好像它是正常伤害的110%单秒，然后有电芒的话还会再增加40%，也是顺顺利利的将对战方女儿村点倒在地，顶着罗汉直接就给干死了，宝宝威力也比较的足。小爽有大爽，小爽挂不中，观战方这一波再点对面狮驼岭。群雄逐鹿前期的比赛很少有强强对决啊，因为现在比较厉害的团队也越来越少啊，咱们去年还说什么八大豪门啊这了那了的，今年感觉也没那么多了，豪门之间其实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别。顶着罗汉秒了3000，善恶打到天地统兽单位，善爆了啊！不然估计天地统兽直接就给，哎呦9300，直接给打出163。大死亡，无间地狱直接针对你，比较期待紫禁城上到武神坛的时候摩天宫究竟有什么小花招。你要知道现在武神坛它是可以随意的转换经脉的，这个摩天宫随时可以转到封天宫啊，有一说一，封天宫也不弱啊，也可以给对手打一波出其不意，也是有这个效果的。到处看啊，残局给效力，观战方没给到啊，到处看看他紫禁城武神坛的时候有什么亮眼的表现。效力藏刀，雷霆万钧5000-2900，这打宝宝是真狠，就哪怕跟豪门打 PK 的时候他打宝宝也疼，天宝宝确实厉害，比较巨伤嘛，秒三个也不怎么分离。其实趁着对面罗汉的时候，观战鹏可以起个天雷灌注啊，
可以让自己秒六个，可以让自己秒六个，还可以叠加三次，也就是连续三回合可以秒六，感觉那效果也不错的。小死亡没了天地就挂小死亡，没挂中，拼直接带走，简简单单，伤害高对面太多了。起了迷雷诀，开始守尸体，有一个1440的伤害。啊，我之前说了个1440啊，我记错了，人家是技能等级乘以八。技能等级乘以八的话，那技能等级是180嘛，人物等级是170嘛，那技能等级是180，所以多那40点啊，是等级上边出来的啊，是技能等级上边出来的，不是人物等级。我一开始记得是人物等级乘以八，后来仔细看了一下，是技能等级乘以八啊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。笑里藏刀，鬼眼打伤，踩个干将，就直接可以杀化身四，踩个干将得平万军16000。好家伙，这没罗汉，这宝宝跟闹着玩一样，直接就给你秒死了。哎，你看这守住尸体，配合着无间地狱，效果还不错。停停，你把无魂扔给大唐，翻天印没给中，摄魂给上，火焰伞也走起了。翻天印是防止触发被动法宝，无字经是防止起主动法宝。风雷运动6200，大唐没能出手，所以这一波化身四的命算是保住了。但是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啊，马上进入地听的攻击范围了，又守住尸体，女儿村想偷个酒都不让偷啊！明雷觉得香啊！继续给效力，烽火狼烟加上，继续杀化身四，对面化身四直接点宝玉了啊！知道你图谋不轨啊，直接点了一把防御雷霆翻军8600，还没秒到化身四，你这点啥有点嘻嘻哈哈了？打了鬼眼以后，你就秒不到化身四，把一号位宝贝又给轰死了。换地听啦，到了地听的攻击范围。地听一出，比赛就简简单单了。以对面的人数以及宝宝拿地听，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。1270也触发163了，女儿村终于是站稳了。关照万象，高速地听，哎，纯单法地听吗？啊，是的啊，纯单法地听。他们当时搞这个纯单法地听，就搞了那么几句，是后来发现好像没什么用啊，就不怎么搞。一个团队也没几只，
也就今年年初那会儿吧，不知道谁想出来的搞这个纯单法地形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